K-pop 的近年代新歌 UP 回归，夏日清新风格超适合女孩们，清爽的曲风让可以不断听的又听。今天 K-pop 的登上 Music Bank 打歌，女孩们卖力的演出精彩好看。K-pop 也成功的在今天拿下了 UP 等数一位奖杯，一宣布的当下，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，惊讶的小表情非常可爱呢。而永恩就算是捂着耳朵，还是被吓到直接弹跳超越，让人十分心疼呢。双女孩们再接再厉，再拿下好几座的一位奖杯吧。